就是今天发的视频，有这种小绿苹果，这种小绿苹果其实还挺好的，我觉得比那个大的苹果好吃，它应该是没有经过改良的吧，更有苹果味儿吧。我记得吃着这几天吃小苹果挺好吃，还有橙子，还有这种叫佛手瓜，这种佛手瓜我在国内的时候没吃过，后来在网上查可以生吃，我就打算生吃吧，小苹果生吃，这个柚子可以生吃。柚子，然后又发了几个梨啊！我看了一下，这个梨感觉很熟悉的样子啊，都包着这种泡沫的袋儿。在国内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梨，后来看了一下，它是看，感觉很亲切，Green Hope 绿色的希望，Asian Pale 亚洲梨，Produce of China 中国产品啊，中国生产。据说咱们中国生产的梨啊，觉得啊很亲切啊。记得以前这个水晶梨吧，挺好啊，非常亲切啊，咱们中国生产的梨啊。它每一个上面都贴着标签儿，对吧？Produce of China 啊，这边发的蒜也有中国生产的，这个梨也是中国生产的，还不错，挺好挺好啊。梨这种叫水晶梨吧，梨或者叫雪梨，这种梨是止咳的。我记得在国内的时候咳嗽我就吃这个梨，梨、佛手瓜、小绿苹果，还有这个橙子，然后还有这个是。今天发了一个超大的菠萝，菠萝怎么吃呢？生吃不敢吃，是不是用水煮会好啊？我研究一下，明天看看怎么样。这个挺新鲜，挺大啊。以前发那个菠萝都没吃，时间长就坏了。后来送给隔壁老太太，这个豆多乐牌对吧？是好像一个常见的商标，Tropical Gold 热带金，超级甜。这不知道哪产的啊？这个不知道哪产的，NC North Carolina。北卡罗来纳州，哥斯达黎加生产的，对，Costa Rica 啊，然后还有这个是发的鱼肉啊，鱼肉好像这个也是鲑鱼吧，三文鱼吧，我们邻居说今天发两袋，但是我就发一袋啊，也够用了，把这个鱼冻上吧，鱼这两天吃的有点胃里有点上火了，好了，这就是这边发的视频啊，感谢啊，感谢感谢，我把这个鱼给它冻上啊，这个有大约几块啊。七八块吧，哈，都有点化了，欧了，欧了，刚才把这个鱼冻上了，后来才想起来还有啊，发的，今天还有桃都压的烂了，有点，它这个桃熟透了，还有西红柿，桃还有这种叫莴笋吧，这种，我们老家那边这种好像很少，分发被，我看一下啊，加州分发的，哪的产品呀？这是哪生产的？是美国生产的还是？它这个标签，哎，掉了。墨西哥啊，墨西哥生产的莴笋吧，是叫莴笋吧？这个要尽快吃，不吃都坏了啊。欧了，就是西红柿、桃，然后还有这个李子，桃李遍天下，遍天下，对吧？OK，记录一下啊，感谢感谢。